我叫向佐，今年32岁。我是一个武打演员。我小时候喜欢看电影，我会看李连杰、李小龙的电影，一步一步的反复的看了很多很多遍。当我在美国念完书回来以后，我发现自己原来想当一个演员。我会到处去敲门求给我机会，可能是因为家庭也好，各种原因都好，机会少的几乎是零。所以我选择去当了模特，走了大大小小的秀，但是我从来没放弃过想当演员的梦想。真的很想拍戏，很想做演员，很想做一个武打演员，哪怕是个跑龙套的角色。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是玩玩的。生活变成了吃饭、睡觉、练功，每天7-8个小时的练功，3个小时的表演课，从零开始，一拳一腿，走上了一个现在可以会打的演员路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其实有一句话特别影响到我的，是我偶像迈克说的。他讲过一句话 ：“Pain is my motivation。”就像很简单的拉筋一样，虽然很疼很痛，但是你第二次痛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有进步。那你就觉得那个痛很值得。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说，我叫向佐，今年32岁，我是一个武打演员。我希望10年后，我是一个功夫巨星。